很多人把鸡胸肉买回来，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。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，而且更好吃。首先我们把鸡胸肉给它切成厚片，然后再改刀切成这样的细长条，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到盆中，加入适量的食盐、白胡椒粉，再加点花椒粉，再加入姜末和生抽，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，稍微多抓拌一会儿，抓三分钟左右，让肉丝吸收料汁，更方便入味。抓好之后腌制十分钟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准备一个盆，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这个小酥肉专用粉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，然后边加边搅拌，然后给它搅拌成这样像酸奶一样的这样的糊状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到腌好的肉丝里面，然后再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。然后锅里油温烧到六成热的时候，然后开始下入肉条，然后炸的时候用中小火就可以了，火不能太大，火如果太大的话外面都可能炸糊了，里面还没有熟。把鸡胸肉炸熟炸透，炸至表面金黄之后捞出，非常美味的小酥肉就做好了。用这个方法做的小酥肉外酥里嫩，吃上一口真的太解馋了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